谢喵喵，谢谢。黎明的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大脑一定要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身上也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是如此孤独，我是如此嫉妒，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是他妈一废物。又是一个清晨，那窗外还有灰尘，今天过了不知明天该去怎样生存。已经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中午，我的生活依然在不停的重复又重复。慢慢的我就踏上了那条迷失的道路，一个人拿着美酒麻醉的痛楚，还有多少困难让我亲眼去目睹。还